就是这个。金创意竞赛，国内最权威的广告创意大赛，你想参加？对啊。这个比赛规格很高，而且高手云集，竞争激烈，你有信心吗？没信心我就不会跟你提了。可是就一周的时间了。我做的华美那个案子就挺成熟，稍微修改一下就可以参赛。OK， 我支持你。这样，我回头再去跟吴总说一下，看看能不能用公司的名义给你报名，这样评委会更关注。一鸣，能够看到你重新振作，我很高兴。也多亏你支持，谢谢。用比赛成绩让所有人对你另眼相看吧。老公。哎，什么事儿？贝贝没报上名，我记得你说过你有一个老乡在区教委工作，是吗？哎呦，这都多少年没联系了，电话早没了。没报上就没报上呗，正好别折腾孩子了，反正过两年就上学了，好吧，就这么定了。不是，哎，郭一鸣，你是亲爹吗你？你们家老郭又怎么了啊？这要我的事儿，我根本就不求他。贝贝是不是他亲生女儿啊？一点都不上心，我但凡有一点辙，我都不找他。贝贝怎么了？他现在念那幼儿园不好，是个私立的。我想给他换到我们家附近那金宝，你知道吧？特好那幼儿园，可是名额特紧张。现在别说入托了，名儿都报不上。你也别太生气了啊！我听白洁说，最近他被那个项目弄得特别的被动。不是他那项目到底怎么被动了呀？我哪知道呀？你回去问你家老郭去。我问他了，他不跟我说呀，急是白脸的。再说了，一个大男人有这么脆弱吗？我当时还被派去要账了呢，又能怎么着？不也挺过来了吗？奇怪，你还真别说，有的时候这男人还真的比女人脆弱得多。你别逼他太紧了，你小心他在外面找小的。切，就他，光长脾气不长本事，哪个女的看得上他？也就我收留他吧。哼。我跟你说啊，婚姻就像是松紧带，你扯得太紧，人突然对方啪嚓一松手，小心崩死你。嗯，不是，你是来给我添堵的，是不是？你最近倒是春风得意的，状态不错啊。啊，接受你婆婆了，安定团结了。哎，就目前而言，我已经尽力了。什么按摩椅呀、啊，什么什么名牌衣服呀、啊，高档化妆品啊，该花的不该花的我全花了，在这一点上，老太太还真挺受用的，白洁更是感动得痛哭流涕的。所以说呢，这有的时候女人在男人面前退一步，反而让男人能记得她的好，你知道吗？懂吗？哎，王姐你好。对对对对对，我是贝蕾，我是贝蕾。嗨，我还以为您不记得我电话呢，啊，我是想问问您，我记得那时候您跟我说您婆婆是在幼儿园工作是吧？山西幼儿园。哦，没事没事，没什么事儿。哎，我主要是好久没跟您打电话了，所以我打个电话联系联系，改天我请您吃饭好吧？好嘞好嘞，王姐，谢谢您。山西的，有那么好笑吗？你下次再打电话就去美国了。笑完了没有？你给我走，回去上班去，烦死了！别唬我去，我还有正事儿呢。啊，我还有正事儿呢。我是替赵总来通知你，让你请李大老板吃饭。什么李大老板？李铎呀，这本来赵总不是约了你们三个人一起吃饭吗？但是赵总临时有事儿去不了了，所以仅让你代表公司请李大老板吃饭去。我知道。那我发传达到了啊，那我先走了啊。你忙你去。山西的，下次美国的。哎呀。
呀，怎么是山西幼儿园？你申请表填没填呀？啊，我马上填。郭哥，这是要提交的公司背景资料。好的，你搁这儿吧。郭副总监，客户部问你要一份资料。什么资料？资料？你不能等会儿吗？没看我这忙着呢。去，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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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走走走！你这没眼力见儿。哎。比赛而已，压力别那么大。我跟大家都说过了，你时间有限，其他事务性的工作都交给我吧。那怎么行啊？放轻松，你呀，就把全部的精力都用来准备作品就行了。吴总那边我也会去解释清楚的。谢谢。哎呀，这除了谢谢，我真不知道该跟你说什么。全力以赴。不留遗憾，那我先走了。好。要总不总的，叫我师弟，这样亲切。爷呀，师弟是私人关系，您现在是大老板，谈公事儿必须得叫您李总。原来是因为公事才请我吃饭呀？啊，不是啊，我一直想请你吃饭来着，不过这赵总抢先了，通知我要请您吃饭，下班前才通知我的，太赶了。那这么说，我还有另外一顿饭等着期待吗？有，当然有，当然有。不过今天您也别客气，先宰我们赵总一刀，咱俩那顿单聊。师姐啊，你还是老样子，一点都没变，特幼稚特傻吧。那个菜我已经先点过了，希望能合您胃口。我一直都特别怀念大学的生活，比起现在出着宝马奔驰入则高楼大厦又幸福得多。虽然那时候读书确实有压力，但是我们都可以笑颜面对，你说呢？不知道，等我开上宝马奔驰我再回答你吧。你那么努力一定行。要是咱这笔生意谈成了呢，我就离那天不远了。生意哪有这么谈。反正我确实也不会谈生意，这是实话。我也甭跟你绕圈子了，绕一百个圈子也绕不过你。直来直去吧，咱说正事儿。我一开始啊，以为你不想见我。啊？没，不是，是我自己的事儿，家里有点破事儿。那方便说说吗？没什么不方便的。就我闺女吧，我想让她上我们家附近的那个金宝幼儿园，它是一公立幼儿园，特别靠谱，而且收费还不高。找了无数的人，想了无数的办法，别说上学了，名儿都报不上。没错。这孩子教育啊，就得从小抓起。可不是嘛。哎，那师兄没有找人帮帮忙什么？他现在眼里除了他的工作，女儿的事儿根本不往心里去。来来来，师姐，喝茶喝茶，降降温，去去火。您先别急，说不定过两天还有转机呢。嗯，借你吉言吧。不对呀，我今天是跟你聊公事儿的，不好意思，让你听了我们家这么多家长里短的破事儿，不好意思。没事没事，我宁可听这些家长里短，我也不爱听公事儿。别呀，公事儿该聊还得聊。行，哎，为了我们俩的重逢，要不我们喝点？行啊，喝点就喝点呗。服务员，开酒。
罗总买的，加班的补偿。你怎么随便就接受啊？怎么了？人一番好心买点吃的，你客气什么呀？哎，人罗姐都帮你多少忙了，吃两块鸡。是有点虚伪啊。喜欢叫大声说出来。别逼逼，你喜欢不喜欢？闺女，心虚啊。我说的是我喜欢，我就喜欢罗姐大气，不像有的人小气。哎，我去车里等你。不是。不哥，是不是刚才叫我？没有啊。我听见了。真没有。你真的没有。你出去，你等我。喝了，喝了，怎么了？你能喝，我不能喝。我就是问问，干嘛这么阴阳怪气儿？嘿，早上你还阴阳怪气儿的呢，凭什么说我呀？行行行，就当我没说，行了吧？不行。对不起，我多嘴，多余啊。郭先生，我知道您现在特别有事业心，工作特别忙，没时间管我，没时间管您闺女，也没时间帮我们。那您有时间听我诉那么一小会儿苦吗？蓓蕾，是你非要把贝贝送到金宝的是吧？是我。因为他拉肚子，我心疼。好，我同意。那等我忙完这两天，我就去办这件事儿，好吗？行啊，没问题呀，我能等啊。幼儿园不等啊，人今天报名就满了。等您有时间了，贝贝该上小学了。你说你当一回爸，你能不能负点责任呢？怎么了？我这就晚了两天，我就不该当这爸和不负责任了是吗？啊？你要想清楚，当初是你非让贝贝去换这个幼儿园的。我刚才说了，是我要换，我也跟你说了为什么要换。贝贝这几天一直在拉肚子，当然你不在家，你不知道，很有可能就是那幼儿园东西有点不干净，我又没证据，我去了幼儿园人也不承认，那我怎么办？我可不想给他换一下吗？他这么拉着我心疼啊。好，没问题，换，对，没错啊。那这么着，我这工作我也不做了啊。我现在我就学么点礼物，去那个叫什么金贝还是金宝幼儿园，他们园长他们家啊，我敲他们家门去，好吗？郭一鸣，你别以为我喝了点酒，我就听不出来你这话里有话。什么叫你工作你就不干了啊？你不就是想说我影响了你吗？你不就是想说你那项目黄了，都是我田蓓蕾的错吗？我特想问你一下。我怎么知道那天早上那条路这么塞车？哼！回来啦！哎，妈，回来了。妈。不是跟您说过吗？不用您干家务活，咱有小时工呢。这穿个围裙，让外人看见还以为我欺负您呢，拿您当保姆呢。哎呀，你妈是闲不住啊，能帮你一点也好啊。我帮你洗了点东西，这围裙就忘摘了。妈，您帮我洗什么了？我不是不让您动我衣服吗？啊，我衣服没动，没动。啊，对了。你这有个大丝巾呢，我看都是褶子，我给你洗了，还给你烫平了。你看平了多少个，咔一带，你看。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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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他平了呢？他平了就不好看了，不值钱了。啊！我死！我死！我死！怎么办呢？我死了！我死了！惹的还值钱呢。行吧，那我是不是需要再做一些修改之类的？不用了，一会儿等吴总来了，我拿去给吴总看一下，再商量吧。哦，你一晚上没睡，也去休息一会儿吧。这个就搁这儿，我再看一下。哇，出去吧。谁找我呀？您是汪院长吗？啊，我是。你好，我是李铎，是张主任介绍来的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张主任跟我说了情况，我们这幼儿园呢，名额有限，进来人太多了，知道不容易。你这忙真是帮不了。要是容易就不找您帮忙了。这是我的名片。哦，谢谢。希望我们能成为一个朋友。你也知道我们北漂不容易，把小孩带到北京来，就是希望能给他一个更好的未来。是，您就多费心了。您北漂确实不容易啊，我们呢也有些难处，那就请你多多理解了啊。我还有点事儿，那就谈到这儿吧。啊，好的，幸会幸会啊，再见再见再见。好，好，再见。汪院长，怎么了？哎呀，这是跑气了还是扎了啊？哎呦，你那扎了！哎呦，麻烦了。这样吧，我帮你换轮胎。那多不好意思。没事儿。哎，有人找我，你就说我出去办事儿去了，别说漏了啊。我到幼儿园来了。对呀，我想再找找园长，碰碰运气呗。那为了贝贝，我只能这样，那我怎么办呀？啊，行，行，别给我说漏了啊！哎，好嘞，拜拜。谢谢啊，没事儿。来，慢着，慢着，慢着。哎，好嘞。哎呀，真是太感谢了，非常感谢，谢谢。后会有期，后会有期，后会有期。再见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。Thank you.
李总，您这是？啊，你上次不是说你小孩想上这个幼儿园吗？我正好朋友的朋友跟校长关系特别好，所以来看看有没有希望。哎呀，你看这事儿闹的，我那天真的不应该跟你说我们家那些破事儿，还害你操心，这个不该你管。嗨，什么你的我的，上大学的时候你也没少帮我，咱们俩又分你我吗？没想到啊，你这么大老板求人办点事儿也这么费劲呢。求人办事儿嘛，哪有不麻烦。喂，哎，王院长，哎，你好你好。那个孩子入托他叫什么名啊？名字啊，郭田思维。叫那个郭田思维。郭田，他不是你孩子啊？啊，对，朋友的孩子，跟我孩子一样。那好吧，你就等我的通知了啊。好嘞好嘞，行行行，那我等你消息。好嘞，哎，多谢啊。可能有戏。真的呀？太感谢你了。哎呀，你看把你手弄得这么脏，赶紧擦一下吧。没事儿，谢谢。刘敏呢？好像是跟同事唱歌去了。哦，那个工作上的事怎么样了？挺好，都很好。嗯，没问题。好。哦，那个老乡电话我找了，打了两次没人接，我再继续打了。不用了，我就想说呢，明天贝贝就可以到青宝幼儿园报到了。办成了？嗯。怎么成的？一个朋友帮的忙。嗯，什么朋友这么有路子？李铎，哦，这是什么人呢？我师弟，一鸣也认识。咱家的事儿，怎么让他帮忙？我求你了，你办吗？北雷，好好说话。我没办吗？不就晚了两天吗？耽误了是吧？那对不起啊。一鸣，干什么这是？北雷，这办成了，终归是好事啊。哎。妈妈，郭一鸣，讲点道理行不行？之前是谁说的忙没时间？现在事儿办成了，你就这态度？我说忙，我说我不办了吗？光嘴上说有用吗？你忙你没时间，可是幼儿园不等你啊！人李多这么大一老板了，想办点事儿也在门口站着，又说好话又鞠躬的。人好心帮咱们把事儿给办成了，你不感谢他，你怎么还一肚子怨气呢？再大老板我没求他，贝贝是我女儿，不用他操心。再说了，他帮谁我还不一定吗？没什么不一定的，帮我呀。怎么了？贝贝是你女儿，你才想起来呀？早干嘛去了？你什么意思啊？嫌我没本事是吧？那你当初干嘛嫁给我呀？你嫁给他好了。你这么一说，我还真有点后悔。不晚啊，我绝对不会挡你幸福啊，真不晚。走，郭一鸣，你不用激我。不就是你办不成的事儿，李铎办成了吗？你冲我厉害就显得有本事了。我没本事。家里的事儿，事事大小都是你做主，是吧？我有什么本事啊？但我就告诉你一点，想给贝贝改姓还早了点儿。你们混蛋，你！一鸣，你不吃饭了？哼，饱了。哎，又怎么了？这是？问您话呢。郭一鸣，郭一鸣，大老爷们儿，你心胸得大一点儿。那个李多和田北雷到底什么关系啊？没关系。没关系，你胡说八道什么呀你？看把你媳妇气的。上哪儿去？去你那儿。我跟你妈结婚这么多年，我就得出一条结论：夫妻之间没有高低胜负，只有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，这样你才能过得踏实。
你别跟我说了行吗？我烦着呢，好吗？我烦。你油烹虾，怎么还不回来啊你？男人最愚蠢的一件事，就是跟女人较劲，忒没意思了。你现在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啊？你们家冯丽丽改过自新了，你特得意是吧？什么呀？头两天，我妈把她爱马仕围巾给洗了，差点没把活吃了。咱两家情况不一样，你冯丽丽再怎么嫌弃，那是你亲妈呀。哎，可李铎他算哪根葱啊？他管我们家事干什么呀？哦，我明白了，吃醋了。我吃醋啊？哎呦，田蓓蕾都给我生孩子了，我吃醋，莫名其妙。闺蜜，早上怎么不带我呀？让我打车来。你不乐意了？你可以坐公交啊。嘿，闺蜜，你环保啊？闭嘴。我刚接到通知，郭一鸣参加的金创意大赛进入评选单元了。你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这意味着我们至少可以拿到一个奖项。恭喜你，郭一鸣。哎呀，恭喜哥。向东，要是得奖了的话，我请所有的员工去庆祝。我请，我请，我请。一鸣，你成功了。谢谢，谢谢大家伙儿，谢谢啊，谢谢谢谢。我就知道你肯定能成功。谢谢啊，这一段你也跟着我受累了。屁话，你只要你工作顺利，再累我也不觉着啊。那个跟贝蕾说了没有？让他也高兴一下。还没呢。一鸣啊，大老爷们心胸得开阔，跟媳妇较劲这不算本事。想哪儿去了？我是想给他一惊喜。待会儿我先去接贝贝，然后一块儿去找他，当面跟他汇报这个好消息。好，哎，这个好啊。那个，我现在呀，去跟老田说一声，显摆显摆，啊，也风光一下。那什么，你们吃饭啊，自己去就行，不用叫我们。你们一家三口嘛，啊。好嘞，好嘞，好嘞。您适度啊。一鸣，吴总，我都安排好了，明天晚上大家一起去庆功。好啊，好啊。谢谢啊。你总是谢我，你到底要谢我什么呀？就是谢谢你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跟帮助。那，要不然今天晚上你单独请我吃大餐？哎呦，今天晚上可不行，我刚跟家里人约了，说一块儿庆祝呢。哦，好，家里人重要，那我先忙了。好，改天，改天随时啊。这个挺特别的。嗯，对，这是我们今年的新款，您看喜欢吗？新款啊，对，好，那就它。
您确定是这一款是吧？嗯。啊，您稍等，我给您包起来。谢谢啊。贝贝，贝贝，贝贝，爸爸在这儿呢，贝贝。哎，您好，先生，您是？啊，我是那个贝贝，郭天思维的父亲，我这等着接他下去。不好意思，我记得早上贝贝妈妈送贝贝上学的时候，好像是和另外一位先生，对不起。我得打电话确认一下，请您谅解。郭一鸣，贝贝妈妈，哎，这位先生说他是贝贝的父亲，请问？不是啊，哦，不好意思啊，先生，我们这也是为了孩子的安全。没事。那我带贝贝过来。哎哎，谢谢您啊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是孩子他爸，我怎么不能来呀、啊？你有病啊！你这么凶干嘛呀？随便问一句啊！你问吧，你问我就回答你呗。怎么着，李铎上尉来了？来了，他负责任。孩子第一天入园，他给园长道个谢。真谢谢他。哎呦，宝贝儿啊，想爸爸吧，来包给我，包给我。哎呦，真好。嗯，哎呦，宝贝儿，想爸爸吧。郭小姐，您今天过得开心吗？开心。开心啊，你看见他就更开心了。熊猫猫。熊猫猫。熊猫猫。我喜欢。哎呦，喜欢就好，小宝贝儿。咱抱着熊猫猫回家啊，走嘞，带着小熊熊回家了。老天，嗯，听刘敏说一鸣得这个奖还挺大的，在他们那个圈里边叫什么什么诺还是诺什么来着，诺贝尔奖啊。对对对对，就是他。郭一鸣以后肯定更成功，你信不信？信。我当然信，要不然当初怎么会把女儿嫁给他呢？啊，还是亲家有眼光，是你培养的好。哎，也不知道这个贝贝去的新幼儿园高不高兴。哎，待会儿回来啊，我们就知道了。对对对，哎，老田，还是你这个招数高啊，让贝蕾跟着一块接孩子，贝贝中间一搭桥。这两口说不定就和好了。那当然啊，要不然怎么说孩子是父母的缓冲剂呢？对对对。姑父，我哥现在越来越过分了，上班上班不管我，下班下班劈了我就走了，干嘛去了他？那就对了，人家爷三口出去庆祝去了。庆祝？为什么不带我呀？人多热闹呀。带上你，你别添乱了你。我算看出来了，这家呀，就我姑最疼我。我姑什么时候回来？后天吧。嗯。哎，老田啊，老廖是不是回来了？哎呦，就这两天吧。哎，怎么回来了？哎，是不是啊？想带我们一起去？哎，你又口福了。哎呀，啊，对，大小工人都回来了啊。一鸣，千万不能骄傲啊！你得记住了，这个军功章里有人家贝蕾一半，也有小贝贝一小半，对吧？给一鸣，我们先去洗个手。好，自己洗点手。哎，这又怎么了？没事，没事，脸拉那么长干什么？您去问贝蕾啊。哎，一鸣，听说你拿了大奖，恭喜你啊。谢谢吧。一鸣，贝蕾的脾气啊被我惯坏了，有什么不对的你别放在心上啊。哎呦，瞎您说的，真的，我根本就没跟他计较。说的好听，你跟我计较，那你干嘛在幼儿园颐养怪气儿？
我就是不喜欢李铎掺和我们家的事儿，不行啊。人怎么就叫掺和我们家事儿了呢？那是给咱帮忙好不好？哼，帮忙帮的连幼儿园老师都以为他是贝贝的爸爸了。那是幼儿园老师误会了，关李铎什么事儿啊？不管谁误会了，我心里不舒服。你不舒服？你凭什么不舒服呀？从想让贝贝去这个幼儿园，到求人办事儿，到他第一天去报道，哪天你出现了，你不舒服，这不本末倒置吗？行了，什么也别说了啊。那麻烦您，谢谢咱家的大恩人李铎，好吗？我他妈谢谢他了。爸，闺女要干嘛呀？贝雷，这有话好好说嘛，非要呛着来。是我呛着来还是他呛着来呀？骂老婆算本事啊？哎，嫂子，这话说的就不对了啊！我哥怎么就没本事了？他今儿刚拿了一广告创意大奖，你不知道呀？拿了大奖就能冲老婆随便发脾气吗？有这规定吗？他不就有你什么事儿？你怎么变上嘴了？这点这点，上！爸，田桂雷，黎明一直在准备参赛，他今天拿了大奖，本来想给你一个惊喜，带你和贝贝出去庆贺一下。你的态度稍微好一点，不是就皆大欢喜了吗？啊！一民辛辛苦苦的参赛，那是为什么呀？还不是为了这个家，为了你，为了贝贝。行行行，您这么激动干嘛呀？不是，发型都给弄乱了。还是，严肃点。去，好好跟他谈谈。行，一会儿去，一会儿去。冲我来。拿了大奖了不起，